Hello，这里是绿绿 C 熊快闪直播。因为本来今天是下午2点我们才会有直播的，但是现在所有的线上平台全部都大塞车，所以呢，绿绿老师今天跟小四叶呢，我们还是会按着学校的课表。刚刚的国语跟数学啊，都因为塞车进不去，所以我们先完成了生活，我们种下了种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要把国语课补起来。那如果您是小学2年级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，跟大家回复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上课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上的是第几课呢？12课，好，点睛十二术，课叫点睛术，我们先把课文念一遍，好不好？十十二二课点睛经术。术，常见语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非常喜欢金银珠宝。除了金银珠宝以外，他最喜欢的是他年幼的女儿。有一天，神给国王一个愿望，于是国王许愿，让他所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。果然，只要国王走过的路，所碰到的石桌石椅，全部都变成了金子。国王很高兴。天哪，都变成金子了，这么厉害！可是，如果摸到人会变怎么样？不过，当国王要吃东西时，一碰到食物，食物就变成了金子。更不幸的是，当小女儿跑过来抱住他，也马上变成一座纯金的人像。国王发现事情的可怕，连忙要求神收回这个法术，让一切变回原状。此时，国王终于明白，有许多东西是比金子更珍贵的。什么东西比金子更珍贵呢？他的小女儿，他的小女儿比金子更珍贵，还有呢？还有吃的东西。应该这样说，国王发现有那么多金子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吃饱，也没办法跟他喜欢的小女儿拥抱，是不是就觉得很伤心？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不一定是金的，金子、钱、物质。有时候是心灵上面的感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这一课的国字上次教到哪里？上次教到院还没教，从院还没开始教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部分，院这个字。好，那我们来练习笔画。好，院是什么部首？也不是脸的意思，叶部是脸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跟着笔顺，你也拿一支笔，我们一起。要念横竖。好，那你教我来，好来，我先写，你就帮我念。等一下，我去拿个啊，东西。好，所以你们国字也是会有口那个专业术语的，等你哦。好，谢谢大家跟上我们线上直播，因为我觉得小学的部分爸爸妈妈应该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绿老师觉得说，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要来开上课，所以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国语课，在家里家长其实还是可以带一下的。但如果是阿公阿嬷，就不要太勉强，那阿公阿嬷就直接让孩子自学了哈，因为网络平台上不去，其实你很麻烦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事业带来就是课程所需要的。笔顺这个叫做横，竖，这个叫竖，点，点，撇，撇，捺，条，横，挑，三声，挑，挑，横折，横折，撇顿点，撇顿点，长顿点，长顿点，竖撇，竖撇，竖挑。竖挑。撇横，撇横，撇挑，撇挑，横折横，横折横，竖折，竖折，横钩，横钩，竖钩，竖钩，斜钩，斜钩，卧钩，卧钩，横折钩，横折钩，横撇，横撇，竖横折，竖横折，横曲钩，横曲钩。横曲。竖曲钩，竖曲钩，
弯钩，弯钩，横斜钩，横斜钩，横撇横折钩，横撇横折钩，竖横折钩，竖横折钩。哇，这么多，这叫基本笔画名称表。那等一下就要对照这个吗？对，好，笔画对照。那你来告诉我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来告诉我们放在这边。嗯，好，首先，首先先横，再来呢？撇，这个叫撇哈。撇，嗯，然后再来，我看一下，这个五三这个叫什么？不知道，这个是小撇吧？哎呀，小撇。可是三是往这边，它是往这边啊。它是这样没错啊，嗯，啊，可是这个是这样，撇啊，撇，不对，对啦，不对，那是什么？嗯，帮我们去学校再问老师。挑哦，可是挑是往上哎，你看它这个是往下呢，我觉得是小撇吧。小撇，好好的，不管它了，再来点啊。第四，随便啦，点不是点，不对，点是向那边，点是向右边。好，再来四，第四画是什么？应该是撇吧。第四画呢？第四画，我说第三。哦，对啊，小撇啊，对啊，小撇。哪里有小撇？比较小的撇啊，你看旁边这个叫大撇，然后这个叫小撇，这是竖撇。哦，这是竖撇啊，哦，那我们理解了，这叫竖撇啊，这个叫撇，哦，好棒哦，好，擦擦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，我们理解了，我们理解了，哦，好，那就叫竖撇，嗯，好，来再来一次哦，来，横竖撇撇竖。横折，横，横，竖钩，竖钩，点，这是点啊，不点，不是点点吧？应该是也是撇吧？撇啊，对啊，旁边这个才是点，好，横，撇，竖，横折，横。横，横，撇，点，哦，长点哦，它叫长点哦，长顿点，长顿点，哦，点，那这边这个也是长顿点吗？还是小点？应该是长顿点哦，我觉得应该是长顿点，愿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长顿点，愿，好，注音，愿。愿，好，那它是叶部。嗯，可以造。哦，这边下面要写造句哈，造词。啊，愿。嗯。心。愿。愿。还有呢？情。愿望。可是望好像没教过。哎，有教过。望有教过，是希望的望吗？对，希望的望。你没有写哦，要写注音了。好，心愿望，在呢？笔画错啦！笔画错了，来擦擦。还有吗？请愿。请愿。我写不下去了。嗯，你可以写在旁下面或旁边。请愿。还有呢？还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就写三个就好了。
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字呢是什么字？碰。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。碰到的东西都变金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写碰哦。那可是我这里还没写完。好，那你写完来。碰到的金子都变成。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。哈哈哈哈。哇，那碰的笔顺呢？碰。碰。擦擦。好，擦擦。其实可以用这个，刚刚我们用的这个。要，我要用这个。好。一次性要，不然太浪费了。好。来，再来。碰我看，好热气。哎，没有，要先讲。好，现在。十步。石头。石头。十三。十三是指？十三画。十三画。那这个八是指什么？八是比是这边的。扣掉部首。扣掉部首的笔画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来，预备。你这样会不会遮到你？不会啊。你把它放后面一点。吓死宝宝。小心一点哦。好。横。竖撇。竖。横折。竖。横。横。横。好。然后。点。点。长度点应该吧。不是，这是撇。撇。小的。小的不是撇，然后撇横，竖，竖，这个呢？点，撇，横，这个字念碰，碰，碰，好，造词，碰，碰到，碰到，好，碰到。先写国字。碰到，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。金子，好，再来碰，还有呢？还有吗？碰撞。碰撞，好棒哦！撞会写吗？会。一个手在一个。老师教过了第十一课哦，好厉害哦，你都有记得，很棒哎。第十一课，一个桶在一个手啊。碰撞，碰到。之，撞。撞，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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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叮当。哆啦 A 梦会实现所有的愿望。啊，你们一次上课教几个字？啊，没有啊。看时间，对啊。哦，好。每次都不一样啊。好，再来是桌，石桌、石椅的桌。只要碰。只要国王走过的路，手碰到的石桌石椅全部都变成了金子，国王很高兴。国王高兴哦。OK， 好，因为他喜欢金。桌木布几画？桌是妈妈的桌。桌少掉下面两撇，一撇一点。哦，好啦。一撇一长顿点。长顿点。对。好，桌来，首先木布石画，木布石画来，首先木是树的意思。好，树，歪掉了，歪掉了，歪掉了。哎，我的脸歪了。等，我擦擦擦。好，树，横，竖，横折，横，横，横。先横，对，横，
再来竖钩，哎，不用钩哦，不用钩啊。好，我们以前小时候有钩哎。那可能是你们以前。长撇。长撇。长顿点。点。哎，没有长撇啊，只有竖。长顿点跟。长顿点。点。撇好。桌。桌。好，再来桌。等等我啊。等等我。嗯，小时候都会写成有勾勾呢。果然你们现在不太一样哦。像你们小时候没教过一个口加一个可的那个哦。桌照词。等我。哦，桌椅哦。这颗教的。然后桌。桌椅，桌椅，桌子，桌子，字，字，字，轻声，三声，兔子的子。没有，当他念三声的时候，是指人类的一些，就是像老子，这是尊称，老子，票子，有票子吗？票子是什么？子孔子有没有？是物品的时候是念子，然后呢是一些人物的银子是念子，你不可能说银子是人类啊。银子，除非那是一个人名。银子，好的，下一个是人名啊。下一个字，有一个叫银子啊。椅，木头，木布，十二画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。横竖长撇，哎，没有长撇。好，这是竖撇。竖撇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然后竖撇，长顿点吗？这是长顿点。虾米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它是这样写的啊。算了，管他的。横撇，这个是大很大撇的，这应该是竖撇吧？撇，哦，撇哦，长顿点，长顿点，横，竖钩，这有钩吗？先这边呢，先这边不，先写口呢，竖，横折，横，竖钩，我这个乙写的好丑，乙，再写一次。奇怪了，现在的写法怎么跟我以前小时候都不一样？好，椅，木椅，啊，我要造椅子，我也要造椅子哎，木椅，写完了，好，写完了，我也写完了。叉叉教部首的部，等一下哦，我这个画面有点怪怪的，我先把它删除掉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字是部，全部的部，全部的部。好，全部的部，由你来带我。好。什么布？全部都变成了金子，国王很高兴。所以它是什么部首？椅部。椅部。椅部。椅部这个字念椅。十一画。椅部，好。椅部是哪里？翼部在这里，对，右边那个地方，左腹右翼，左腹右翼，所以它是这样的，右边的耳朵是翼，然后左边的耳朵是腹。对，我知道腹怎么写，腹就是我写就是腹，左腹右翼，
开始咯。好，首先点横，往这边，这是什么？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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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点点跟撇呀，什么点跟撇撇吧，点跟撇撇点撇撇点撇撇撇，因为你看这个点，它这个它是这样子，它是长这样的这一颗。好，那就是。然后撇是长这样的。你看在书法里面，妹妹，如果你有时候笔触不一样，你看在书法里面，点就是下面比较胖，撇就是上面比较宽，嗯、点撇。点撇。然后再来和竖横折。啊？为什么是竖横折？先第三画。啊，我们是不能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先第五画横，对不起，横，然后再来竖，横折，横，然后这个竖，没有，先写这个，哦哦哦，这个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一下，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看，等你看，这个应该是哪一个？就是这个旁边这里，这样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横勾，哎，还是横撇，横勾弯勾哪一个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比较大。弯勾嘞？啊？有弯勾吗？弯勾是这样，弯勾是它下面这里。弯这样。横勾弯勾，横撇吧。横勾弯勾。嗯。横勾弯勾，横勾弯勾。是吧？横勾弯勾。横勾，弯勾。横勾不是这个部首的吗？这样写蛋的时候，嗯、哦，所以它长得有一点像哈。横、嗯、勾、弯勾、竖，哦，还有学问哦。不，写这么久的字，有一些东西都不记得了。好，不，照词。我们看我们有没有默契，好吗？好，不熟。先不要讲，也不要讲、哦，你先擦掉，重写、啊哦。我们不行看到啊，我们要不，我们要看有没有默契啊。啊，有没有默契好？不行，讲出来哦。嗯、妈妈，快点写。写错了。嗯，我在写，不行，我没有看到你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是10:23了。我们的快闪直播呢，这跟下午的直播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上不了平台学习吧，所以呢，我们只好呢就自己来上课。然后有需要的伙伴可以分享这个资源。OK， 哎，一样，耶，拍拍手。再来是十。不过，当国王要吃东西时，你碰到食物，食物就变成了镜子。好，所以国王就饿肚子。我们等一下来煮饭哦。好、啊，我们今天要自己煮饭。好，十步，九画，好了，十就是味觉。所以这一个第一个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画。撇长顿点，那不是那对，横折横竖勾长顿点，这长顿点哦，嗯，这里啊，你看断点，没有，先这个呢，先这个小的呢。那是条，不是条，
因为它是三角形，在胖胖的这个地方，在这里是往下的，挑是往上的，挑，所以它应该是什么？小小的一个等点，等，不是的，点是点是跑到旁边这样，点是这样的长短点。你觉得它是什么？长短点。它没有很长嘞。嗯，我觉得它就是撇啊。撇，好。嗯P, 然后这个长这个你看这么长十长顿点，我已经开始写长十啦，所以有去学书法会写的比较好。哎，我们以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一直都 写跟你不一样。不行，看别人的哦，要有默契。嗯，想一下，这样好了，这个，叮叮，完成。我想要换一支颜色。好，耶，你看，耶，拍拍手，是品品品的注音，没关系、啊，来。不是没关系，来跟你讲一遍 ，p i n n， 不是 n。我也要换支颜色，我要换蓝色。好，擦光了。再来是马，更不幸时，更不幸的是，当小女儿跑过来抱住她，也马上变成一座纯金的人像。马。马不识话，先竖竖，哎，竖横横横竖横，嗯，横没有啊，第五个是竖呢，竖、哦，然后这个是我看横横不是横哪，横折钩不是横折钩。横折钩不是吧，下面就是横折钩啊，对啊，横折钩是这样，横折钩长点点点点，是啦，是这个样子，那一个是撇这样子，一个是歪的，都是点吗？嗯，可以造成语哟、哦，哦，马，马可以做成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写错了，不行吧？好了，我写好了。嗯。OK。一个有默契就很好了，不知道两个你一不一样。妈，好了，马到成功，招兵买马，马不停蹄。擦擦擦。再来是纯，哎，我们剩下十分钟就要下课了哦，就要当当，一二三四，应该可以，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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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画到你了，也马上变成一座纯金的人像，纯，
密不实。密就是缠在一起的意思。哦，好，那这一个第一个这样，横撇，撇横，撇横，撇横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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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横，竖横，是不是竖横？啊，有一个勾呢。没有啊。有啊，你看下面。它没有勾啊。这边。它没有勾啊，它是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再一横下来。竖折，竖折，哎，竖折，竖。竖折。不是啦，现在是先讲这里嘞。最后一笔才是这个，先讲这里。来，没关系，我跟你同步。笔顺本来就是这样啦、啊，又请你又左手，横、竖、折、竖，那这个是竖、折、勾，是吧？竖折，竖折，然后这一点啦、啊。竖折勾吗？它是直接勾起来的，竖曲勾，竖曲勾啊、哦，哦，竖曲勾，竖曲勾，竖曲勾，吃文纯，纯纯的爱，纯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来造词。我不想写中音哎。可以不要写吗？可以。精好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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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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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嘿嘿。好了，来比较一下，耶、yeah, ，有一个一样，哦，两个都一样，纯单纯跟纯金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切，让一切变回原状，此时把我，所以这个字有两个音呢，切跟切。我要偷看一个东西。首先是，你等等我啊。横，等等。横，竖。还有马，还有一个成语叫走马看花。哦，走马看花，还有一个马到成功。然后风是马马虎虎。然后诗时是丰衣足食。哦，丰衣足食。切。好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打开。好，横，横，哎，什么？对啊，先横啊，横，然后竖，竖钩，这个是竖钩吗？竖钩不是竖条，这样子往那边的呢，往那边的竖条，竖条，哦，竖条，条，然后再来，横，折钩，横，折钩，撇。撇、哦，好像在写书法、啊。切，切，可以写那个。切。可是这个要写注音。可以写三个字吗？可以，但是要写注音，不然以为是切还是切。哦。然后写两个。好了，我完成喽。啊，我写错了。哦，我们在六分钟就可以把国语今天的进度完成咯。菜，耶耶耶，切菜，切菜，菜怎么写？菜，我不会写，老师没教。松岛菜菜子的菜，菜，菜苗，菜苗，菜，然后再来是转，转，让一切，转，
让一切恢复原状。全部是关于有四只脚的动物有关的，不一定是狗或狼。是。然后八画。所以这个是竖。竖合。竖合吗？有这个。竖折。竖折。竖折。竖横。长撇。撇吧。竖撇。竖撇。竖撇。嗯。然后横竖撇撇，这个点点不是点吧？这很这样是什么？哪呀？旁边这个啊，这样那那对啊，然后这是等点等撞撞。好，我来造词。等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发现一个错字咯。对啊。哎，没有错呢，奖状，答对了。奖状的奖怎么写？我没教过啊。上面是一个江，下面。我会写下面，但不会写下面。OK， 好，耶，最后一个字了。就是真。真。真。真，我要换一个颜色。跟你换，我不要，我要用红色。红色不好啊。是啊，为什么？红色写字不好啊。哦，那我用黑色。好了，跟你换。用我要绿色。珍惜，珍贵，珍。好，来开始。玉字旁九画。玉就是钱财，古时候的钱。钱，然后九画。好，横。横竖挑，这是挑哦，这样写上去哦。撇捺撇撇撇，你看妈妈都写成这样，潦草的字。可以写那个成语。真。我都会写反边。嗯。你还有时候也会写这样子。嗯。对不对？嗯。我想看看。以前有那个《甄嬛传》，《甄嬛传》的甄不是这个甄，《甄嬛传》的甄是这个甄。《甄嬛传》，《甄嬛传》耶！我们快要完成今天的线上课程。数学还没用，数学等一下。因为我们是把课程倒着过。好 ，OK。猪，给你。没有啊，过一次第一节。我们刚音乐课我已经上完。我们刚刚音乐课上完了，然后生活课我们也上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国语，然后等一下上数学，然后还要上那个粘土。下午啊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是我的社团。嗯，下午粘土。好。可是我没有。那我们来对照。哇，真真山真海味。真。哦，我们两个有真真。Okay, 尊重。好，先不用擦掉，我们没有要用白板的。来，要啊。为什么？字不是写完的吗？对啊，要数学也要啊。好，数学我们另外一个数学本本呢、啊。嗯，可是我已经擦了。好，那我们来，我会认字。我们来写，我会认字。对，好。还有一点时间。我会认字。妈妈陪外婆到东部的泰鲁阁旅游。
有，泰鲁格很可怕。哦，现在泰鲁格号。比一比喜欢的程度，哥哥喜欢打球，一颗星。哥哥很喜欢打球，两颗星。哥哥非常喜欢打球，三颗星。哥哥最喜欢打球，四颗星。所以来有这三个字，看一下哪一个是最喜欢的。四颗星。四颗星的，所以这边是两颗星，三颗星，没有，四颗星，一颗星就喜欢而已。对，我要等一下，我也要学习呀。国王一碰到食物，食物就变成金子。金子，子，记得东西都是子，人物才能子。兔子，我一打开窗帘就看见窗外的美景，就一什么就什么，一点点点就。我们来造词，最喜欢，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最喜欢。我先造。我喜欢吃汉堡。我很喜欢吃汉堡。我非常喜欢吃汉堡。我最喜欢吃汉堡。所以你会变猪。汉堡会变胖。我没有啦，我等一下吃蔬菜。再来换你。我喜欢猫咪，我很喜欢猫咪，我非常喜欢猫咪，我最喜欢猫咪。好，再来照，一什么就什么。你先。不用擦掉啊。怎么了吗？好，没关系啊。我一起床就跑去运动。再照一个，我先写。我一上课就不想下课。我一睡觉就叫不起。我一睡觉就叫不起来。我一画画就忘了吃午餐。我一画缠绕就不用吃午餐。爸爸一起床就去做运动。我妈妈一吃垃圾食物就长水泡。对，没错。好，现在考试。下面写考试题。考试。陪同跟部分。什么意思？陪耳朵在哪边？部分耳朵在哪边？奇怪，部分不是有人字旁？你们课本是没有人字旁。什么啊？陪同，陪部分。陪的耳朵在左边，布的耳朵在右边，写写看吧。左腹右翼。以这个考试作为这一节课的小测验。你要为左腹右翼吗？加油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陪同，布，部分，布，东部，布，西部。没有，就直接写句子出来，因为你妈妈刚刚发现你写的耳朵有一点怪怪，你现在写写看。什么意思？你就写一个陪，写一个不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，不然你帮我写陪跟不。就是，现在就是，你加耳朵加在这边就是陪。加在这边就是陪，加在这边就是不，加加看。然后注意上去。哪一个是陪，哪一个是布？你可以用不同颜色。
这样是不、嗯、那你再写一个赔。这样写错了算了，没时间了，这样是赔。好，注意上去就好了。来，好了，我们这一堂国语课完成，下课不用擦掉，我们等一下完成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救命 ！OK， 好，欢迎分享。